那你们看一下这个小不锈钢管断的风焊融在了多少材料，它是长 17.6 外径 2.5 内径 2.2 边厚 0.15 毫米的不锈钢温度传感器外壳断的风焊。会缩短，缩短了。现在多少？13.7，我想是18点。你就写着17.6。要是做的话，就要到一点。这个长度做出来。